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紫苏。刚刚我老公特别搞笑，我说要把这个家里面的卫生搞一下，大扫除一次，因为年前没有搞卫生嘛。吃了早餐，我说就把这个卫生搞一下。刚才我老公本来说要去上班的，然后他听说我要把那个沙发套子拆洗一下，他突然就班都不去上了，然后他就说今天他要晚一点去了，他不去那么早了。他说："反正今天也是礼拜一，然后真的我觉得太不正常了，是吧？现在去看一下他在干嘛。然后他就说今天他要晚一点去了，他不去那么早了。他说反正今天也是礼拜一。然后我仔细想了下，我老公太反常了。你现在去看一下他在干嘛。"你怎么还不去呀？怎么还不上班？哎，你不是说要搞卫生吗？我们一起呀，一起帮你搞卫生。哦，晚点去也没事，你不是说你要搞卫生吗？我帮你弄啊。我怕你一个人弄卫生，怕你太累了。这么好啊！哈哈哈，你不相信我有这么好吗？哈，你不相信吗？再帮我搞卫生，真的呀，真的。你要弄哪里？我帮你整理整理啊。要不你来拖地，我来给你整理沙发。你会拿这个？你会擦吗？对，那就是拉一个拿一个是吧？这个等一下，其实这个也不脏啊，不弄也行啊，这干个的。大半年都没有洗过了，这个你看这底下多脏。还不脏，还好吧，我觉得还挺干净的。要不这个沙发别弄了，我这两个刷新一下。发现沙发了呀？什么时候发现啊？我联系好了呀。那我今天非要弄沙发呢？这沙发我觉得没什么好弄的，嗯，快，一看就会了。让开，我要从这里开始，全部把它拆掉。哎呀，现在有点肚子痛，哎，错了。腿都麻什了，么又肚子痛了呀？快，哎呀，别动，快，哎呀，坐等太一下，久了，我那把腿你都坐麻抬了。走。起来，把这下面的卫生搞一下，我把这个地拖一下。然后这个沙发底下肯定很多那个脏东西。上一次我扫过了，没有，很干净。什么时候扫过了？前天晚上。前天晚上你这么晚回来，你还扫地啊？那不是跑了个老鼠进来吗？那我怎抓么不老知鼠，道啊？那老鼠呢？老鼠被我打死了。真的吗？好，交给你吧，交给你吧，好吧，这沙发交给你。可以，那你得起床啊，这个。拖地。喂，不行动啊。这不是挺干净的，还要理一下就行了呗。我们那个沙发至少有，真的有半年没有拆洗过了哈，是吧？没有这么久吧？有。搞好了，哎，我说你为什么老喜欢坐这里这里坐的舒服呀。啊？我看一下我有这什手么机，秘密啊？这是什么秘密？那你为什么老坐在那里？快要把它搬开，我拖一下下面。拖过了，你不是说只扫了吗？扫了也拖了呀。你刚才还说只说只扫了，扫了也拖了，你不向我扫一下，你看一下吗？看啊，是不是拖过的？我说你今天好反常啊，还不是跟平时一样。我也做一下，一点不舒服。这里有个东西，倒我一下，什么东西啊？你走开，快让开让开。我看那下面有个东西，没有啊。真的，我刚才扎了一下，废话，哪来的？我坐了这么久没扎到屁股，那你坐一下就扎到屁股了。我坐了这么久都没扎到屁股。那你为什么总是坐在这里啊？你坐在这里舒服呀。绝对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，双方五次都赖在这里不肯走，绝对是有什么。你坐得起来吗？我不管，我今天。
我一定要看一下这下面有什么。你已经藏什么东西了？绝对！快，忽闪忽闪的眼睛。那眼睛不眨两下，怎么就忽闪忽闪？现在我有个惊喜要告诉你。正想看的是什么惊喜呢？你相信这个惊喜是给你的吗？我相信，相信。不能骂人啊，不能打人啊。嗯，好的。本来就是给你准备的。快点，快点好不好？不要在这里卖关子了。不知道什么东东。看到了吗？我看怎么样？我这样看看看。你能不能别跟个娘们一样？这啥呀？哎呦我的妈！哇，这不人民币吗？啊？给你准备的呀。本来想凑多一点，给你买个戒指呢。发财喽！哇，全是整新的呀！打算存多一点，给你买一个镯子的。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又放了几天了，被你发现了。那你这不是每天都那个交账了吗？怎么还有？现在我这几天没有去店里了，钱财自由了是不是？不能骂人的，不能动手的哟。我骂你了吗？我刚才骂了吗？多少钱？你数一下就知道了，感觉你发财了。4567 8看一下我老婆挣这个彩礼。40 41 42 46 47 48 49 50，去买手镯。这买手镯太少了，只能买半个啊。买个手镯最少要10000多，说了是给你的惊喜。谢谢，到时候再给个2000给我就可以了，可以买一个了，差不多哈。那我不知道要何年何月才存得到了。谁知道你啊，你这个人现在的钱财自由了，我都管不到你了。可怜的是我，我要去找份工作了，不做你的黄脸婆，不做你的家庭主妇。